现，我是一个艺人，我能够死在台上那才是我的荣耀，因为我怕有一天陆戏派会对我说看着这些宝贝哦，就是其实心里面真的就是看他们长大，对，这年纪从这样的一点一点点一滴一滴这样上来，对不对？高大哥走红的歌是我们全部的人加起来，除了于大哥了，于大哥也是这个 label 的，是对不对？爸爸走红过多少歌？你随便举十首。燃烧吧火鸟，一定的，燃烧吧火鸟，冬天里的一把火，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。怎么？忍耐，忍耐，泡菜啊！追求幸福，你要争取忍耐。大眼睛，哎，泡菜，泡菜，追求泡菜，你要珍惜忍耐。泡菜，泡菜，那个，来盘泡菜。刚讲到泡菜，对不对？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去参加。那个高大哥的婚礼，因为他跟爸是好朋友嘛，我就去参加。他第一道菜他出了一个泡菜，泡菜，然后高大哥就在上面给我一盘泡菜，嘿嘿，老板，然后我跟你好活泼，好活泼，在台上这样唱歌哦，然后帅，我就跟我妈讲说，妈，为什么只有一盘泡菜吃的呢？哦，有没有？你看那个歌有红的，印象多深？给我一盘。对，上一盘泡菜给你。有没有那个有吗？乡下的农村有个姑娘长得俏，胡嘎香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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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每一首都糊得不得了，脍炙人口。那个大眼睛呀，嘿嘿嘿嘿，巴拉巴巴，巴拉巴拉巴拉巴。哎呦，高大哥，高大哥，真的想念你，想念你，你带给世人如此多的音乐，美好的音乐，美好的音乐，美好的声音，美好的影像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。爸爸最后一次的演出就跟宪哥一起，三大男高音，三大男高，三大男高音真的是，我觉得我看过最好看的演唱会，真的哇，现场真的很趣味。高大哥那时候必须要坐着轮椅了，对，因为他连站起来就腿已经没办法这样，后来就推着我大哥，神经病，这一场。你不要上去了，是我们上去演一演就好了。你的话真的会，会死在台上是吧？他讲这个话，会死在台上是吧？宗宪，我是一个艺人，我能够死在台上那才是我的荣耀。太屌了！我把这个话交给你，好不好？以后我不要再背着这个话了，因为我怕有一天陆戏派会对我说。喂，爸爸，你是个天王，那次在台上你是一种荣耀，你走了以后什么都是我的了。我们前面很感动，有所有遗产，感动，包括英雄鬼物都是我的。他刚买英雄鬼屋了，我们就在欢乐中讴歌，搞笑收场，搞笑收场，没错，开心收场。结果爸爸是真的。我们推了轮椅上 TICC 就上去唱了，然后就也就这样就演了。对，可惜那一场是人活着回来了。不是你跟爸爸之间的关联性，这个很重要。我觉得我今天选的这首也很能代表，原因是因为我有当过我爸爸的阿朱阿花。哦，真的，对，一起演出，就是那个时候我跟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，然后都会跟他到很多地方。哎，我们还有去过加拿大，还有什么之类。然后我会接触到舞台的开始，我觉得也是因为我爸爸，因为我以前很内向，然后但是我跟着他去各个地方表演，我觉得哎，对，记得他很多一些经典手势，包括美国表演。高大哥哥跟我讲，他说带一个小孩，人家怎么让你去？为了骗机票嘛。这个阿朱阿花就去一起在扭一下，这样是很温馨的。所以我觉得还蛮代表，就是我们之间有一起共同表演过的那个共同回忆。对 ，OK， 你看很好啊。有歌吗？有哪一首？是哪一首？恼人的秋风。哎呦，我们看一下，来看一下哦。哎呦，大哥，帅帅，那
样帅，一样帅，一样帅，一样帅，很帅气的。老人的秋风，高大哥那个年轻时候的那个帅度，那哎那个我跟你讲，比不了。爸爸常出去跟他作秀，真的不一样。以前碰到高哥都会在开玩笑啊，然后这真的很好笑，人又很好。老人的秋风，看一下哈，哎呦，改编成什么 style 呢？是是是，来一点舞曲的感觉。哎呦。Disco 出来了，这个字也是很复古，这个字好复古，这个字很 old school 呢。要要要，老狼买秋歌了，才能带来高凌风大哥的这首《老人的秋风》，欢迎葛晨宇。在美国是红的不得了，他后来才翻成，但用中文呢，我觉得他的歌词写得非常有创意。嗯，哇，你看今天唱得很好，很好，谢谢，而且比之前参加节目时候又在更很稳呢，上一层了，然后我们都跟着热起来了，热起来，整个被带动起来，一点一滴，然后慢慢的，这个行业就这样慢慢累积，累积经验，慢慢做起来。这里跌倒了没关系，推翻再重来。对，哎，慢慢做起来，没问题。歌词里面有写到，歌词有讲到这个，手里拿了一手烂牌，没关系，好好翻转命运的安排。哇，对，这也是我的歌的一个歌词。这集的演出，但还没有上线。
为什么一直在找？怎么唱？老师控制到现在被儿子德军控制，所以他们有传承呐，他们有传承。我还有路西派。